郭富城细女跳 K-pop 何仲秋，网民赞遗传爸爸舞蹈基因。郭富城今个中秋节除了大苏书法写下中秋贺节之外，原来仲同亲友在天台 BBQ。 太太方媛昨晚在社交网上载细女二宝对着爸爸大跳 K-pop 热爆歌 Flower 的精彩表演，虽然只拍下二宝背影无知，但仍然见她穿着旗袍，粉红色袜仔踩着同色的拖鞋，在度扭腰摆 pat pat， 十分可爱。穿着红衫坐在正中的成成就专注地欣赏，还出手指导，网民纷纷大赞妹妹跳得超厉害，天王母神爸爸跳舞天分遗传下来了，又指二宝遗传了爸爸的舞蹈基因。胡杏儿臂力惊人，手抱两指体鱼，赞老公叻叻玩游戏赢大袋公仔。胡杏儿今日在社交网贴上多张同老公、大仔和二仔到主题公园游玩的相，他们齐齐坐缆车欣赏水族馆，又玩旋转木马，非常开心。当妈的杏儿虽然仍然保持苗条，但是训练有素，即使大仔就快六岁已经上小一，二仔亦都四岁了，杏儿仍然能够一手抱起两个，欣赏头顶上面的鱼。他还晒四口子拎着战利品的合照，和老公孭着大袋公仔的相，开心大赞老公好叻，第一次赢了这么多公仔。